是才蜀王将我愿问亲一妹家一团。叩见先爷。本欲到了。是。启禀君主，先爷驾到，有请。在哪里？玉妹呀，在皇兄。玉妹，请坐。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，来到深宫又何赐教？哎呀呀，不是玉妹提亲，我倒忘怀了、恭喜玉妹，贺喜玉妹啊！我西从何来呢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 难道你忘了不成？你有话请讲，无话就不要失了。玉妹，你我虽非同胞，亲如手足，我为玉妹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。我呀，我还挨了骂了。小妹，我也不多谢你呀、好了好了好了，玉妹，我来问你，此番同台酒驾，何人之故？你问这做什么？我是受人之托，众人之事啊。你既受人之托，何必来问我啊？玉妹，我并不是拿你取笑，此事嘛，我是不得不问呐、你问的是什么？我问的是同台酒驾，何人之故？乃是哪个？乃是乃是，这乃是可是谁呀、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、就算我大惊小怪，是哪一个？是瓦桥三关的杨。杨什么？杨延昭。杨延昭，救玉妹的又是何人？晓得你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。玉妹，其中有了缘故，我是不得不问呐、多亏何人？多亏，你好麻烦呐、是不是天伯府的杨禄郎？你既知道，何必多问呐、玉妹，我再来问你，酒驾小将还有哪个？并无别人。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蜀王言道，酒驾小将名叫傅丁魁。傅丁魁。他是
送蜀王之命，请我回朝来的呀。蜀王将你的终身就许配那府丁可也了。气死我也。你把我也骂在亲内呀，不要在此虚情假意，快快与我进了出去吧。是杨鲁郎害人不浅，进得南庆宫，东拉西扯就把我拉进来了。这还不算，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呀。是哪位状元？新科状元吕蒙镇。哦，吕蒙镇。此人足智多谋，何不将他选进宫来，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啊？就依皇兄。好，待我唤他前来。哎，我说愚昧，你过来，我问问你，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？哎，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。你骂的不是我，你骂谁呢？是蜀王。哈哈，背地里骂皇上，你好大的胆子。哎呀，我一时心急，皇兄不要起奏。我是焉能起奏，我为愚昧的终身大事被蜀王骂了一顿，心中有些不服啊。愚昧，你这一骂呀，倒给我出了气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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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啊。金家君旨千岁，平身千千岁，赐座谢座。新贵人，臣状元妹知是何人坐之？哎呀，千岁知道，怎么问起微臣来了？君旨问的是你呀。啊，状元公，臣请讲。臣启君旨，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。招赘的骏马是祸臣之子，拿下之后乃是开国元勋金山王福龙之子，名叫福定坤。你看日
问君之，这救驾小将还有哪一个呢？高才呀，高才！万岁驾到啊！哎呀，糟了啊，糟了！为了何事啊？郁闷呀！用不出去藏得多，我不怕险峻。你我藏多去吧。拉拉扯扯趁过地洞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平身赐
坐。谢坐。啊，树王，今日为何只等欢喜？皇儿有所不知，孤王传下了旨意，明日早朝，命新科状元吕蒙正为媒，将儿的终身许配九家小将，从今以后了求孤王一桩心事情，不是一夕呀。啊，树王，这员小将是霍臣之子，哪家之后？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哎呀，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朕前九儿的乃是杨老令公之子，名叫杨延昭。皇儿啊，
之上，平生将，谢书王，阿姨姐，各强随方人有恩，君子不听背后言。哎，这不算我偷听啊，不算先随偷听，算我偷听也就是了。岂有此理啊，皇兄既已听见，就该拿过旨意才好。嗯，我已调那杨老将军带子上殿，金殿之上贬命甄家，贬命之后，先随往下讲啊。是啊，你讲啊。我都忘了，得了，你替我说吧。皇家之事，微臣不敢多口。什么？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？这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？哎呀呀，越发的不敢讲了啊。状元公，请讲。臣启君之，待登金殿之上贬民甄家之后，君之向甄之山之事当殿奏明，微臣乃是钦此的状元美人，哪怕婚事不成。哎，我说玉妹，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？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吧。小妹，我是不谢啊。你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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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啊，千岁。这亲是微臣，就叫人家谢你呀，亲家呀。
叫文质彬彬，气质端庄，我替儿女招骏马，威风吧。皇儿，恕王在同台九儿吃仙的，可是这院小相？啊，恕王不是这院小将，乃是这院小将。儿啊，仔细地看来。啊，恕王，朕前九儿的是杨延昭，而在宫中侍的也是杨延昭，今日当殿人的还是杨延昭。不，对了，在同台九姑吃仙的是傅丁魁，故在宫中将的也是傅丁魁，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。啊，万岁，我儿名叫傅丁魁，金瓜锤乃是我儿的兵刃呐。我晓得他叫傅丁魁，故叫你们可闹糊涂了啊。只是杨延昭姑不曾见过啊。启奏万岁，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，
那是微臣本当保驾上马，御林军赶到，臣又勒转马头搭救郡主去了，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虎儿的人马是你杀退的？是微臣杀退的。恩齐万岁，休听他一派胡言，那虎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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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来慢来，臣齐万岁，活不命，福定魁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小爱卿，臣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容儿奏。那时万岁被责备，披马单垂陈勋伟，我儿子杀日了则应内，留得君旨传了回归。你那则头戴身穿，头戴八王盔，身穿蟒袍甲啊，八王甲，石火兵刃，红缨枪啊。小外卿，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。对对，那是万岁昏刀，臣一锤将他的刀打掉了。他又换了枪了。我再来问你，那则的相马温火车过哪过你治疗吧。俺是来清风招坠的，又不是来科考的，你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呀？你臣请万岁福定魁言语之物，请万岁明察秋毫，以免铸成大错。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，请恕王定夺。杨银昭，臣你也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容儿奏。分明叫若离吧。啊，小外卿，那虎儿他叫巴若离哟。哎嘿，我儿的亲事去了一大半了。手持大刀将之气，万岁不慎落平地，臣是银枪杀退的，追赶囚车则迎的，大救军去平安回。吃了吧。万岁万船之定期，太君日日微臣我救回来的。福定魁，臣是怎样搭救于我当殿奏来？臣容奏。这一问呐，要把原形现，这救驾的事儿马上要我戳穿。女人家爱体面，我说上几句奉承的话儿来周全。柴郡主的武艺令人羡，他一人抵挡虎儿有万千，
君旨在阵前把威风显，我怕他一人气力不足杀不完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把阵住，好让君旨走开还。君旨此时脱了险，我才随后跑驾。麦将真知宝山子女救驾，小将请恕王神采。吕爱卿，臣替孤传旨，哪家有君旨的真知宝山，孤就召他一位骏马。林真，哎呀呀，如此时来，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我抚养儿家听臣。万岁有旨，哪家有君旨的真知宝山，就招谁一位骏马。我这个媒人呐、啊，是人山不认人呐、啊。宝山现在我身马得罪。Ah!